嫂嫂。停！剩下的路我陪少夫人一起走，你先回府吧。好的。少爷，我们不是去换衣服吗？来这儿干嘛？先找个地方换衣服，再去上。好。嫂嫂，嫂嫂，哎呀，嫂嫂，我可想死你个嫂嫂了！你这个混蛋，你还敢过来？快滚！哎呀，嫂嫂，你可好狠的心呐！人家为了你都被赶出了陆府，都不心疼人家。哎呀，嫂嫂，放开我们家少夫人！好你个小丫头片子，看我不收拾你！住手！住手！你谁啊你？你怎么能对这姑娘如此无礼？你这样会下地狱的！来的假洋鬼子在这儿瞎热闹，蹲开！好，你们人多欺负我人少，后会有期。